Hello，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我是光头鬼，嗨，各位下午好。那礼拜日下午，我们继续回到战斗蛙、忍者蛙的世界哦。那不多说 ，Go Go！ 哎，我不能选那个，那个太慢，我真的不太行。This is the life, clean air, kind people, and zero comments. Move it, Chunky. Hey, don't let that guy bother you. People like him try to spread pain. I'm all about pleasure. My name's Nico with a Q-U. My name is Pimple. I was a Battletoad. Ooh, sounds dramatic. If you're scoping chill spots for self-care, I'm meeting my friends in the meadow to play games. What do you say? That's awfully nice, but I should be more careful with who I trust. Hey, I'm the one talking to a guy carrying stuffed animals in public. We both could be psychopaths, man. I guess you're right. 这是在跑团吧？那画面，轻松惬意的生活。赞啊！你分道扬镳真的是有好有坏，嗯，过得也比较轻松嘛。There's no violence allowed on the rock, my man. It's about using your thinker. And if you think you gotta drain the vein, now's the time. See you up there.这边的血变成三格哎、欸。哦，我喜欢这种慢步调，认真说。吓死我！我下面是洞。嗯，真的要跳上面吗？哎呦呦呦 ！C 字的特色是不是啊？他的前滚冲刺跳感觉超远，不行，只能往下。我要重跑，这应该是让我从这里跳下去，不用再从底下，不用从整个底下重跳的样子。
那大跳其实有点太远。大跳感觉有点滑欸，比如说大跳感觉滑滑的，会滑出去那种感觉。欸，这不能上去。知道了。我需要把这个方这个方块运上去，要不然上面会不够。这样才够高才跳到上面那一个。嗯，还不错。这样子吗？果然有收集品。欸，我跳过这么多，算了。快结束了，可惜哦。啊，我喜欢这一段的时候。我喜欢这种说 ，Well done, pimps and friends。解谜型的，四分钟或更少。Yeah, you like that? Probably not, since you're dead. Guess there's no reason to keep shooting these cool lasers then. Guess not. Hey, someone threw a piece of trash out of that ship. So? So.Litter bugs are bad. One would make a case you could argue they're even worse because littering harms everyone. I wouldn't argue that because it's wrong, but it's right enough to turn these lasers back on. What do you say? Street justice! 根本找机会破坏东西而已啊。Well, that was easy. I suppose we could stop there. More targets!哎呦哎呦，痛痛痛！Oh shit!直接撞我脸上！哎，花鼠，花鼠，花鼠，不是，不是花鼠，摇杆，摇杆，摇杆！哎，我漏掉了，漏掉就算了，可惜啊！这个最好吃的说。
英雄。哎，等一下，我被怎么打到？密室嘞？靠！追尾型镭射光。要求我，哦，好决战，差点又被冲下去。哭啊，打不死。哎，不行，这个有难度呢。这里很安全。死角，刚说不会中，哎、欸，我靠，平白多吃了一下。刚平白多吃了一下，哭啊！哎、欸，这真的好玩，比如说。忘记那个会折回来。
为他死的，我没注意到。好，来，可以，可以，可以，这可以。这总比昨天那个反应游戏好多了。怎么换位置？他打的位置怎么换的？我还以为他不会换的说。不是，他刚打的位置怎么换的？他偷懒，可恶，被抓。这个不应该中啊。那个应该刚好刷完，是不是？可恶！把对面这一辆红掉，自就安全了。哼，躲死角。靠，要直接中。这好难哦，等一下这一段好难。什么东西？让我想想，可能还是要先搞定那个紫色飞毛。
面好乱哦，我讨厌画面乱的画面的状况。越来越惨，哎，哭啊！不行，哎，不行啊，画面好乱，他没有清场记对不对？谁呢？烤腰，消到。要求。走。没控制好。直接被压死，好哦。这样子感觉可以，就是一开始先关掉，其中会变紫色的。
不瞄准。应该想办法先消掉旁边绿色那一圈，不然那个影响太大，那堆泡面影响有点大。Shit. Hey.被那个长毛逮到机会，偷捅尾刀。我们能不能就打这种打刚那种解谜简单的，不要打这么刺激的，好痛苦，真麻烦。Looking good, good looking. You feel those tingles? Them's endorphins. Your brain cooks them up when your body feels tight. Oh!
该走上面吧。哎，等一下，哦，对，刚都没按到加速，哎，等一下，我到底在干嘛？跳过头了。哦，危险！哎，没按到。可以直接跳过去。我要冲三角，慢，太苦，啊，这个就这么简单？啊，我前面那一堆是怎么回事啦？慢一点，不要急。这个就这么简单？啊，我为什么会卡住？从两个中间穿过去就失败。哎呦，怎么从这一段开始啊？这次我走下面看看，慢慢来，不要急。哎，没跳起来。走下面会怎样？等一下，我觉得上面是拿东西。你们怎么说？我觉得上面应该是拿东西，去看看。下面是推。那边跳过头。
不知道，哇，这么长哦，我你滚这么远的，就这样才第一个，第二个，靠，不是，惊动。下啦，哎、欸，下面有没有路啊？那，哎，哎，没踩到上面那个。上面这应该是那个啦，收集品。什么一杆进洞啊？这么准？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了。三条台运。死掉从哪？啊，对，因为我拿是在我记录之后。等一下，因为我自己偷懒，所以叫我每次都要从哪，有点麻烦。哥哥。这样没过，但是拿了记录，这样之后就会有。但是因为我偷懒，我可能先记录，再拿。OK， 这样就有了。音乐换了，哇，这个会吃下去的，对，好危险。刚好飞上去，哎，你不会掉下去要自己注意。分一点，
跳下去还看到颜色不对，太心急了，有差一点。跳下去还看到颜色不对，可恶！OK， 这是什么？啊，没有。哼，这样的过法算吗？掉下去了，上面的应该也是水晶。好难哦，他应该从这里掉下来的样子，那我应该从上面下来比较好走，感觉上了，等一下，重来一次。不要，我要再挑战一次。这样好像也行，对不对？是我太心急，应该没有，这应该是这，这就是我太心急。越来越不妙，这场景翻滚跳跃。Okay. Well, you're on the precipice of enlightenment, my man. 六分钟，好感人。哎，我少一个，我少两个，最后你在哪里？哎，这不是不是，我们这样打了快一个小时。
Dr. Good Vibes here to say you've developed a wicked case of the third eye. Symptoms include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and an addiction to heartfelt hugs. Now get on up to the summit and have a blueberry juice. 哦，我知道了，这样子。哎，我喜欢这种解谜，打怪考反应的太麻烦了。 直接透过那个受伤，就我可以啊，各位啊，不透。 按太久，没按到。哦，直接跳，不过我这个要冲刺。 怎么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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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哦。真的吗？我很好奇耶。啊，他一定有东西，有错了。下跳之类的。大力，没血喽！解谜，别那么靓丽哟！方子有事。我喜欢这种解谜游戏。
掉下去。好不容易解开了就，滚太快，就待最后了，累了。就高明就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这个是签的，然后把它暂时放到一边。左右路吗？
这也太恶劣了吧。这就不要让你出错，差点。我们再想一下。最后一个，那中间全部跳过。等一下，不收。是收上去了，所以刚才还没弄对。睡觉啊，天哪！捅半天，就一般的大掉就可以。机械。
Giddy up, partner. You got it up to the top. 哇，终于！很7分钟又更少，天哪！我花了3倍的时间呢、啊。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那我们今天的主要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如果喜欢我时光不光的推去 YouTube、FB， 在这些地方帮我收看游戏时光机，然后按赞、订阅、分享、追随。想看更多影片，不放电旁边小框框。再次感谢各位游戏时光机，我是时光准备，我们下回再见吧，拜拜。